你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他不过是期中考试没考好，大不了期末再加油。就是因为你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才惯得他这么有恃无恐。你知道他这次考了多少分吗？怡文的成绩一向都及不上怡武。胡说八道！我就没读过书，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吗？啊，教育孩子靠打能有出息吗？好，现在我把你老公的腿打拐了，我看他能不能升官发财。爸，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孙女当奴才那么训呢，这哪像我们苏家的虎将？你们现在显得不聪明了，我看呐，那多半是你们给打傻了。没打呀。行了，这个是小鹏的孩子，你们安排一下，让他在这儿读书。别哭，我叫彭希哲。把我的血压带还收走了，你高血压呀？大夫不让你多吃腌制品。我就是好吃这个，不是吗？好吃也不行啊。嘛呢？你说，你装着这一包子好吃的是要送给谁啊？连我的血压蛋还不放过？给你小情人送去呀。这肉松都剩一半了，你也好意思送给他？是你说的好，完成约定之前咱都不能接济他。哎，考了两年了，今年是第三年，他是不放弃，我都快放弃了。你想过换一个思路吗？换什么思路啊？考了这么久都没考上，他能干什么？我那天算了一卦，今年他的红鸾心动了，为了避免烂桃花，他老骂我，打算亲自出马了，咋啦？哎，你慢走啊！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啊？反正我妈把你交给我了，你呢，找到房子，搬好家，这样我才放心。让二位久等了，这是新婚夫妻吧？是想整租啊，还是跟别人合租啊？我们阿姨，其实我们的要求特别简单，我们就要呢那个房子是新装修的，然后呢带电梯，还有呢阳光特别充足。我这个朋友有点洁癖，他不习惯跟别人合租，最好是家里所有的电器全都是新的，拎包就可以入住了。没问题，还是你们年轻人呐讲究生活品质。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套小户型，能满足你们的所有要求。哎，这看着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个特适合你，你住这儿吧。今天可以搬家吗？钥匙在我手上，关键是啊钱到位，随时随地欢迎入住。啊，那个
不好意思啊，我的预算只有2000。2000，有2000的房子，等着，小丽。行，这个房子条件太差了，那么低的预算就只能找这样的房子。这房子面积这么小，连个窗户都没有，而且那个厨房还是公用的，他以后要上个厕所要过到马路对面那个公共厕所凑合，这太不方便了。反正啊，这个地段它就这个价。你们这前前后后看了3-4套了，这到底要哪个呀？这房子是用来租的，可生活不能凑合，这样的条件我们连改造的欲望都没有。坐吧，阿哲，没法住。什么借口跟理由啊？啊，无非就是没钱呗。小年轻眼高手低，别浪费我这么多时间。哎，我们再回去商量一下。谢谢你，阿姨。直接回老家去吧，别出来丢人现眼。怎么说话？你这个人。强龙不压地头蛇，走。太过分了，他。哎呀，我们走。哎呀，走了。阿姨怎么这么怪啊？我怎么怪了？怪可爱的。哎，就是因为我的房子啊被我朋友霸占了，租金还没拿到，所以只能找这样的房源了。不是不让你跟着过来，是因为这种地方3教9流的人太多了，怕你不安全。我就是特别替你不值，刚刚那个阿姨说话多难听啊，一点素质都没有，而且她介绍的房子就是条件很差，这不是强买强卖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这么幸运的，不要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社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让你难堪的，不过我对租房子的行情确实不是很了解，我刚刚提的那些要求不合理吗？没关系了，比起这种中介我还遇到过更糟糕的房东呢。怪不得若言说了他最讨厌搬家了。谁？若言呢？我最好的闺蜜，她经常租房子，老是被房东赶来赶去的。哎，我不如帮你问问若言吧。不要了吧，她有租房子的经验，没准她可以帮到你呢。喂，若言，怎么了？我问你啊，如果我现在有2000块钱一个月的预算，我想在好一点的区域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然后舒服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是单身公寓，你有好的建议吗？叔叔阿姨不是已经在市区给你买了房子吗？你是不是又闯什么祸，让叔叔阿姨给你赶出来了？你不会是因为记错过好时间和叔叔阿姨吵架了吧？你赶快回去道歉去啊。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还是个大学生。你的朋友的预算有点低，如果想在好的地段租房子可能不太现实，如果他想要合租的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哦，好的，谢谢你啊。他怎么说？若言呢，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他建议你这个预算呢最好是合租，与其跟那些陌生的人合租，不如选择我。面谈。哎，你去哪儿啊？什么？阿姨惊一乍的，过来，
你这是干什么？你居然原原本本抄袭了我们 B 组的方案，谁给你的权限啊？把你们 B 组创意透露给 A 组的人是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 B 组除了有一点创意之外，其他平淡无奇， PPT 做的更是粗制滥造，就这样的水准你还需要解释什么？沈组长你留下。学院的辅导员说老校区的房源比较紧张，但已经把你的名字排在等候名单里了，有空房间或者是床位的时候就会立刻通知你，记得要先填申请表啊。怎么样啊？你看现在是期中，学校没有床位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你为什么非要住在外面呢？后来我上网一查才发现，原来这个冰球场啊都是晚上才开的，你要打冰球还要兼职，这学校的宿舍呢都是按照时间规定来住的，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之前那个建议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的？我爸爸跟我说过，说这个佳明叔叔人特别好，从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忙，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你这一点跟你爸爸还挺像的啊。哎，算了算了算了，算我多管闲事吧。还好。你是不是觉得遇到我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烦人的邻居姐姐啊？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10年、15年、20年？12年。你记得还挺清楚的啊，记忆力真好。哎，我也记得你所有的事情，我记得，我都记得。你从小就暗恋我姐姐。你是不是傻啊？我能力也没有，也不是很会说话，唯一的爱好就是吃东西。对啊，捕获野生吃货一枚，而且特别特别爱钱。看你说的，其实我对那个吃播平台的奖金啊我真的无所谓的，我就是觉得呢我在那个平台上跟大家交流可以让大家呢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快乐。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很多人没有工作啊，生病啊，不开心啊，大家看见我吃东西起码可以看见我从这个快乐的吃播中传递着。人家套路你也信啊？那只能骗骗那些刚踏入社会的那些小女孩。你要工作没工作，你社会经验一看就不足，也就骗你们这样的。是不是饿了？算了，看在你拼命帮我找房的份上，我今晚上请你吃肉，行吗？那你下厨。嗯。我想吃什么你就做什么。嗯。那我要四菜一汤的大荤，肉片肉丝不算，明肉最差也是狮子头。你真的得寸进尺啊！哼，但我跟你声明啊，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恋爱游戏项目已经正式走向正轨，交给蒋组长我也放心。相信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也听说了，如果能让那位先生回心转意，我们在美国上市指日可待。您是说华瑞集团的周先生？接下来你还有24小时，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资料我已经发到你邮箱里去了。这牛肉这么贵呢？
你出劳动力，我出钱，公平公正。我可是有尊严的小姐姐。我说我请你的。防腐剂太多，少吃为妙。什么都可以不买，泡面不行。我今天是骗你下厨的，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泡面吃我会死的。如果我答应你这一个星期给你做饭，怎么样？真的？但我只能保证早饭和晚饭，中午回不来。还有四菜一汤，按照我的标准来，荤素搭配才能健康，同意吗？你好，周先生，你好。有1205房间的留言吗？啊，我帮你查一下。啊，有一封。啊，先生，您签个字。哎，好嘞。您好，请问洗手间在哪里？那边。谢谢。好了，谢谢啊。不客气。叶文。依文呐，起来了没有啊？妈妈给你带午饭了耶。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真是进步了耶，把家里搞得这么干净啊！依文，依。快啊！妈，你在哪里呀？我在停车场啊。哪里的停车场？没有，我没在停车场，我刚糊涂了。我其实现在在小区呢。我在小区丢垃圾，然后丢完垃圾以后准备再逛逛，换换思路。你再顺便换上一个聪明一点的脑子，搭房间水平的那种，好不好？妈，你想干嘛？我在家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你。你怎么去我公寓了？你去我公寓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好让你有所准备，圆一个更愚蠢一点的谎，是不是？妈，我就是肚子饿了。嗯，去超市买点吃的。你直接就去那个帝豪酒店。我去那儿干嘛呀？哎呀，你赶快来就行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哎，喂喂。我今天晚上可能不能跟你一起吃晚饭了。没关系，如果不方便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在网吧凑合一晚。不用，哎，我就算不回来住，你也可以住我家的。那拿着。那这些食材怎么办？照旧。你确定？你呢，就做好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回来，让你看看姐姐吃东西的实力。你跟我说让我快点，让我赶紧过来吗？我哪敢回去换衣服啊！那你也不能穿一条牛仔裤来，还露着洞。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揭不开锅了呢。哎呀，女孩子是要穿裙子的，你知不知道？哎，哎呀，行了，就这样吧。哎，赶紧吧，来不及了。喂，林总。密码破解了吗？还剩最后一组。周其山手机里边有我们竞争对手的所有资料，你破解了吗？你都失败10次了。抱歉，还没成功。
意料之中。你听我说，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次机会。这次竞争对手的背景一定和我们旗鼓相当，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查到他们的信息，你明白吗？我是不是这次成功了就能向你表白了？你好。没有想到啊，那人介绍的饭局居然是我的老同学，老同桌。苏决，那今晚咱俩可得好好的喝上几杯了啊！我也是没想到会遇到熟人，要知道是那林教授家的孩子相亲，我就让我女儿自己来。国强，啊，你快打个电话催一下，看儿子什么时候能到。哎，好好好，我儿子是个工作狂，到现在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爸，我知道了，半小时之内到。这个点儿正是下班的高峰期，这开车呢也得注意点安全。咱们可以边吃边等。哎，好好好，哎，随意随意。来，老同学，好久不见，来我敬你一杯。妈妈约你出来相亲，没有告诉你，是我的不对。可是你要表现不好，丢我的老脸的话，回去我就休。吃吧。Housekeeping, may I come in?在干什么？怎么样，复习功课一定很辛苦吧？你呀，也得劳逸结合，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假。只要你有时间，阿姨啊，什么时候都有空，我可以带你去逛逛街。你喜欢吃什么，咱们就买什么。我喜欢吃。原来你是个小吃货呀！我记得咱们平时你喜欢吃什么呀？他呀，忙着备考，平时只能去图书馆，哪儿也去不了。真懂事儿。他现在我呀是越看越喜欢。哎，国强，少喝点儿。今天孩子们是主角，你们都是陪衬。亲家母说的对，等孩子们结了婚，咱们有的是时间叙旧。是是是，来来来，你出来一下。我出去一下，干啥？好好。儿子呢？我不是让你打电话催了吗？怡文在这儿呢。你这是又唱的哪出戏呀？刚才喊人家什么呀？老战友啊。老战友，亲家，亲家，谁同意你喊了呀？我同意了吗？我同意喊了吗？我同意你喊了，同意你喊了吗？同意你喊了。这怎么这么多特别信啊？真是太不像话了。这饭局不是你安排的。我以为啊，你都跟人家说好了，人选也内定了，就是两家坐在一起谈论终身大事了。这是给你女儿相亲呢，不是面试啊。吃饭一个小时了吧？啊，见他家儿子一面了吗？
明显是不把咱们女方放在眼里呀、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跟他是老同学，我现在带着女儿立马走人，谁稀罕他这一餐冷饭呢？太可笑了。好了，有什么话呢？咱们回家说。你不回家说去，回去。不，你就是不回，你不回去。哎呀，怎么办？你开始跟他通过电话，说半个小时内到。咱儿子从来说话都是算数的，我就没有催他。叔叔阿姨，你们先别着急，我想你们的儿子可能只是不想见到我。我去找一下我爸爸妈妈啊。你妈给你们儿子发个微信，就说这次相亲取消了，没准他就会出现了。一文，一文。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停车场往哪边走？那边停车，那边。谢谢啊。阿哲，你那边怎么样了？真不知道我今天晚上遭遇了些什么。你今天晚上不是跟叔叔阿姨在一块吗？别提了。那你现在在哪儿？我来接你。不用了不用了，我反正开车回来就行了。你做好吃的了吗？哎，如果你还没做的话，其实冰箱里有一些我妈妈做的那些午餐，要不你就省事儿拿出来微波炉预热就行了。你先别管我了，你呢？我妈妈就是个骗子，她跟我说今天有好吃的，结果我来了以后我还没吃上两口就算了，不提了，反正我现在饿得胃疼。这样啊，你回来前呢，先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做红烧肉吃。那我半个小时就回来啊。好。宝贝，你在哪儿呢？对方到了，你快回来。哦。苏太太，怡文是不是生气了？没有，她去卫生间补妆了，怎么会生气呢？爸妈，叔叔，还有阿姨，对于今天晚上的相亲，我是不会同意的。在我看来，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对我，对女方来说都不够尊重。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安排，也对叔叔的女儿说声抱歉。再见。没回来啊？
谢谢你陪我出来啊，里面的气氛确实有点压抑，不过刚才真的很感谢，至少你说了很多我不敢说的心里话，替我解了围。事实上我也挺后悔的，于情于理都应该等待你的出现，或许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般棘手。不管我们父母在里面聊什么，但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解释清楚。对于刚刚那个吻，纯属是个意外。刚刚我都忘了。真的忘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想什么呢？该不会是初吻吧？当然不是，我小时候跟我邻居家的小孩接过吻的。如果刚刚都是开玩笑的话，我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认真的聊几句。我一直都是在说真的。我以前一直都很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这也是我今天想来告诉你的意思。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可是你不是讨厌相亲吗？而且今天是我们第一天认识，彼此还是不够了解。我其实没有介绍人说的那么好。我认识你很久了，我们交往吧，我的吃货小姐。你干嘛去了？发多少微信你都不回，你看现在都几点了？啊！姐姐好开心啊！终于有人向我表白啦！你答应了。起来了，来，别闹了，赶紧睡觉。来，我那么帅，又那么优秀，还那么完美的男人，为什么会爱我？是不是眼瞎了？不喜欢我？就连阿哲那种小屁孩都说。世界上没有男的会喜欢我，我没说过。有，他说过啊，他说没有男人会爱我。哎，现在沙发上坐会儿。我承认，你说的前半句对，但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姐，谁会拒绝呢？对不对？
更何况，我也……这个事情上，真的有人会真心爱我吗？有。我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工作赚钱，就是为了能够留在这个城市，等着你。彭西城，能再和苏一文重新相遇，已经是你最大的幸运了。别再苛求什么了，希望你能幸福，苏一文。真想把你画下来。你来干嘛呀？说话呀。我想你了，所以就来了。一会儿我们就要上课了。你黑眼圈怎么这么严重啊？是不是昨晚又失眠了？跟你没关系。我已经向学校的招待所要来了三间客房，你随时都可以搬过去，免费的哟。哎，你可不要辜负我的好意。我可缠了校长两天，他要不是看在咱们球队马上就要比赛的份上，他才不会答应我呢。希望你们能在加强训练的同时，也能保证充足的睡眠质量。还有五分钟，这是老怪物的课。是你们系那个特别难缠的老头。嗯，过去过去。你干嘛？哎呀，你过去。一会儿要上课。哎呦，你过去。我倒要看看他有多难缠。好，谢谢啊。你说什么？哎，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说呀。哎，你说一遍嘛！哎，林太太，这是您爱喝的咖啡。你们林总一早上都没来公司吗？对，您找他有什么急事儿吗？要不要我打电话联系一下林总？不用了，我自己来处理。你先出去吧。好。姑娘们，你们在哪儿呢？对不起啊。我暂时还不能过来。怎么了？老板还没进公司，我怕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门检查，万一扣工资我就亏大了。
林总，我做了一份华瑞集团近三年来所有投资过的项目表格。是对。